娱乐圈意外去世的四位明星，高以翔、黄家驹，谁让你感到惋惜。一、高以翔在遇见王沥川中饰演王沥川走红。在11月27日，高以翔录制浙江卫视真人秀追我爸节目的时候忽然晕倒，心跳停止了3分钟左右，做心肺复苏15分钟后仍未清醒，之后送医院急救，随后浙江卫视发出声明抢救无效，享年35岁。二、黄家驹所在的 Beyond 乐团绝对是当时的最佳乐队，他们的演出不仅在国内人气爆棚，东亚许多国家更是邀请他们前去演出。93年6月，正在日本录制节目的他却因为意外不慎跌入了3米高的台下，随即失去意识死亡，他的猝死绝对算得上娱乐圈的一大遗憾。